四年级华文课，单元二，生活之旅，第十课，宽大为怀，生字新词教学。本课共有14个生字新词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轿车，轿车，词义：工人乘坐的高级舒适的有车顶和座位的汽车。例句：我们乘坐爸爸的国产轿车到海洋公园去游玩。妨碍，妨碍，词义：阻碍、干扰，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。例句：请你不要大声说话，以免妨碍其他顾客用餐。看待，看待，此意对人或事持某种态度或看法。例句：防火工作非常重要，不要把它当一般的事情看待。区区区区，词义：数量小少，人或事物不重要。例句：老板常骂他是个草包，老朽无用，连区区小事都办不好。倾盆大雨，倾盆大雨，词义：雨大的像盆里的水直往下倒，形容雨大势急。例句：天上的乌云越来越重，一阵雷声过后，立刻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寸步难移，寸步难移，词义：连一步都难移动，形容走路困难，也比喻处境艰难。例句：在暴风雪中，他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个沉重的手提箱，寸步难移。
寨，寨。词义：狭小，横向的距离小，跟宽相对。例句：穿过这条狭窄的小胡同，就可以看见爷爷的家了。收、紧、缩、鼓。收、紧、缩、鼓。词义：将全身筋骨缩成一团，使身体变小。例句：胖嘟嘟的小咪收筋缩骨，才勉强穿过了那道窄小的门。拜托，拜托。词义：敬词，用于请托，托人帮忙办事。例句：他已经低声下气地来拜托你了，为何你仍一口回绝？治疗，治疗。词义：采取药物、手术等方法消除疾病。例句：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，狗狗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。登门，登门。词义：上门，到别人的住处。例句：今天早上，安娜登门拜访，雪宝和家人热情地迎接她。抱怨，抱怨。词义：埋怨，指心中怀有不满，责怪别人。例句：梁婆婆做了错事，不从自身找原因，却抱怨这个，抱怨那个。愧疚，愧疚。词义：感觉对不起他人，很歉疚，很惭愧。例句：朋友遭遇困难时，不能及时援救，让他感到非常愧疚。
木色木色。词义：傍晚时昏暗的天色。例句：暮色降临，大伙踏着轻快的脚步，哼哼唱唱地走回家。课后精华：我们对待自己要严格，对待别人就要宽厚。如果学会体谅他人，常自我反省，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宽容的人。以上是本课所有生字新词，祝大家学习愉快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受惠。如果有缘，我们下期再会。